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台北市兆会十四会所的福和竹桑姊妹。我自幼我十岁的时候就参加儿童牌，在儿童牌里得救的，所以呢，我如今呢，我有差不多有在教会中也有50多年的光景，但是呢，没有继续喂养，所以呢，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所以我18岁我在到台北来工作的时候，神把我派到台北来的，调到台北来的时候，我在我的工作职场上，我就有很多的云彩围绕着我来喂养我，使我呢在回顾对神的那种起初的爱。但是呢，我如今呢，虽然各样的聚会、大小聚会、录影训练我都有参加，可是我总觉得我不够，我真的不够来服侍神。所以在我那区里面有一个姊妹，她来参加壮年班的时候，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会的聚会中，一直来讲壮年班他是如何的得着，如何的享受。而且他们在那个到各地去开展的时候，他们像神的飞鹰一样，所以我好羡慕哦。但是我工作我一直放不下，于是他们就为我祷告，我也跟神祷告，所以在今年3月底我就退休了哦。我来到了壮年班，真的是我尝到了那个属灵的滋味，我也愿意成为神的飞鹰，能够到各地去传扬神的福音，带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得着神。感谢主，我是第六组4号少女嘉欣姊妹。我是因为嫁给弟兄所以才得救的。那因为起初摸不着主，所以在外流浪了8年。那回到神家之后呢，我很摸着弟兄们所说的跟随羊群的脚中是有福的。那所以在3年前呢，那训练也一直是成为我深处的一个羡慕啊。那3年前因为这个华语新春特会弟兄们的呼召，那那时候我站起来答应主的呼召，那因为环境的不允许，所以就到了今天，因为主也调度一切环境，所以我就阿们感谢主要实现对主的承诺。阿们那来到这里呢，主啊，就觉得说这几天的享受实在是眺望我伸出那起初的爱。阿们那我也很摸着弟兄所说的张那我也很渴慕说，主啊，趁着我还年轻，还身体方面够用的时候，要受主装备和成全，这样呢，我在这个余生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要向外开展，主啊，将我的余生来献给主。阿们。我是6处6号，那我叫方琴英啊。这个是我的故事，就是说，就是人的出口就是神的出口。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在96年的时候，大概年末的时候，那弟兄就严重的中风住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正巧呢，这个去运动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台北二乡会所的一个过去的这个好朋友姊妹，那他就向我传福音这个传说这个是神爱世人的故事。那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反正现在这个也很不错啊，就是自然的就随着他到会所去参加各种的活动。那因为姊妹们的这个爱护啊，还有弟兄们真的也都很扶持，所以我就在2008年这个4月的时候呢，就受尽归主。那受尽归主以后呢，这个有几个这个姊妹啊，这个他们已经受完壮年班的这个训练，来就是扶持我、喂养我。当然，因为我是不懂的这些这个有关主的事情，所以呢问题很多，把他们问得7荤8素的哈，他们就说，哎呀，你这样子哈，我看我介绍你去壮年班。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这个想说好吧，来认识这里就更深一点啊，也就这个到这里来了，感谢大家，也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6组7号李真秀琴姊妹。我从小在生长在一个偶像的家庭长大，那结婚以后就生了3个孩子哈。那到了民国81年的时候，应该是79年，我先生突然间说被女鬼附身，然后我们买了一栋123楼的房子，不能住人。然后那时候孩子还小，生意也是做得很不
不成功就对了。两年换了三个工作，你想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哎，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那么痛苦，干脆去死掉算了。那我有三个孩子，我怎么办？我又舍不得我这个孩子没人照顾。然后有一天碰到我同学，他就问我说，你最近好不好？我说还好，因为刚很久没有见面，我也不敢说将我的事情跟他讲。他说你好不好？我说还好。你想，你跟他想，一个房子不能住人哦，一二三楼不能住人，又不能做生意，那你我账目又被女鬼附身，哦，然后两年换了三个生意，你看这样子花费多少？那碰到我同学，我说我同学是要我去爬山，然后在山脚下，他就说你怎么了？我就说我走不到。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这两年的事，我就跟他讲，我说房子不能住人，我现在女鬼附身，花在这个偶像的钱哦，大概二十几万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就说你眼睛闭着，你吼三声哦，主耶稣，然后就这样我就得救了。那我们得救以后，我先生他们，他是老二、老三、老五也都得救，都把家打开哈。啊，就弟兄就说我们舍不得休息，那就送会到家，啊就这样家打开。那我未来壮年班就是因为我弟兄有参加过壮年班，我弟兄在那里，你差我一下。然后他鼓励我来壮年班，我说我不要了，我睡觉很障碍，我不要去。啊，没关系，我陪你去。后来就因为我们那边有个台北大学，我觉得说要传福音，常常雌雄，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吧，那就死吧，就死在那里好了，就来参加壮年班。嗯，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一组九号杨红美一姊妹。对不起，六组九号杨红美一姊妹，来自于那个草伦教会。哦，主耶稣啊，我在1993年，跟弟兄一同得救。我得救是因为有一个同事，在工作中传福音给我。那得救是一首诗歌，七个字：基督包罗万有所得着。这七个字哦，看似真的是哦，是白纸黑字，但是当时哦，是圣灵的作用在我里面哦，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掉泪，就这样得救了。那弟兄也在同一天得救，那有两个孩子一同得救。那得救之后呢，也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哦，乃是哦，就是弟兄姊妹哦在旁边扶持哦，然后学习哦祷告跟赞美哦，交托这样子，然后很经历那个腓立比书4:6-7。Amen， 就是这个经节哈，就是带着我这样子每天过这样教会生活，然后又来是这样交托给他，那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实在是很宝贵主的话，那就是去年退休。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哦，来追求主哦，那渴慕呢跟主有更亲密的交通，来保卫神的话，阿门。是。谢主，我是6组10号彭泰丽华姊妹。啊，我得救的过程是参加台北公园台北体育馆的福音大会还有个福音堂贵格会去听福音师母带着我参加各种的聚会爱宴特会，经常到弟兄姊妹家去用饭去休息那当时的光景是听不懂，那却很喜欢听喜欢聚会，愿意相信却不愿意受浸那这样8年了，经过8年，到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就带我祷告然后又参加2次的成根，那在这成根以后，我就自己要求要受浸那受浸以后，我就摸索主是爱，教会是家我每天就起得很早，跪在那里跟主讲话成根就到会所跟弟兄姊妹一起成根，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发单张一同去相调那得救以后，家里的祖母84岁经过1年以后她受浸了爸爸妈妈姑丈弟弟也陆续受浸那朋友呢，有的赞同，有的反对那
那最深刻的经历就是到大陆和弟兄姊妹交通那跟他们在身体里那很奇妙主的带领，虽然语言文化都不同，但是经历他们那个深处爱主的那个心，受他们的激励，向主的绝对，生活的简单为主完全的摆上，是感谢主。那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一同传福音一同配搭也书报的服饰跟这个福音车，那参训的心智就是参加了在民雄的这个壮年班的这个展览，那回家以后我就有一个奉献的祷告，深处就涌出普通本诗歌747首，主啊，我愿奉献自己，为了我愿花费自己为了建造你的教会，无奈对你认识肤浅，扎实经历实在欠缺。阿门。是。弟兄姊妹平安喜乐。六组十二号，我是陈淑梅姊妹，得救一年六个多月，我来自台北市教会37会所，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感谢主，主的救恩已经临及到我。接着我的大姐及五姐的信主，她邀约我去，每次去都很享受主的福音，也带着女儿一起去。因当时的环境是在死因的幽谷里，我和女儿在2010年受尽归主，两个儿子也在2011年投进神的国度里，主成为我们的依靠，使我们活在主平安柔美的国度里。感谢赞美主。我会来到壮年班是姊妹的邀约，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壮年班，感谢主的恩典，姊妹邀约我，我就阿们好说顺服就蒙福，感谢主，主丰厚的怜悯，他的手一路的引领着我，让我有份于来到这里壮年班受成全。愿这样的成全能使我脱离艰难的己，更多的有装备，有属灵的操练，能做个可以将活水涌流出去的人，成为主可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我来到这壮年班，我真是好喜乐，好喜乐！感谢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